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是新的职业，就是黑暗骑士。那如果前几天有看小编直播，就一定知道黑暗骑士有一招中程距离攻击的技能，叫做黑暗之刃。那它会表现出在画面上的感觉，跟它的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画面上刚才看到的那个就是剑气，好，那它的攻击距离可以到达5格。那大家一定知道哦，放这一招剑气的时候，它是非常的耗 MP，然后它砍一刀就扣7 MP，就等于说你的 MP 可能打几只怪物就消耗殆尽了哈。那而且除此之外啊，它的伤害就是它砍出去的这个剑气的伤害，大概只有普攻的一半而已。好，所以它的实用性其实是相当的低哦，它的实用性其实相当的低。那我今天发现哦，因为它这个设计我觉得蛮特别，为什么它会做一个开关去让你去就是你要启动也好，不启动也好哦。如果启动的话，MP 喷很多嘛；如果不启动的话，那这招是学来做什么用呢？啊，那今天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哦，我发现一个它还蛮特别的一个设计哦，然后我待会开给大家看，我示范给大家看。你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普攻在砍怪而已哈。好，那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哦。你们仔细看一下，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开关，它待会它会自己去做开关。我滑鼠跟按键你们都可以看，我都不做任何动作。好，OK，开始。好，它自己关掉了。好，现在它自己关掉了，待会它又会自己开起来。哦，它不是每一次都开，但是它又会自己开起来。好，OK，这一只怪物是用这个刀器去剑气去砍的。你们刚才就一瞬间而已，你们应该有看到。你们再继续看，好，再继续看。好，这只怪物也是用这个剑气去砍的，也就是说，它其实有点类似这个光剑开怪的功能。可是你现在看我右边，右边哦，这个是没有什么助手，没有什么外挂的，而且我刚才滑鼠一直放在原位嘛，我没有去动它嘛，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其实这只角色在设计的时候，它给它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功能哦，就是当你今天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所谓的 MP 的上限的开关嘛，你给它设定一个最低限值，好，譬如说，如果说你要砍这个剑气的话，一次是耗 7 MP，好，那你就可以去设定一下，基本上你就让它，比最大值少7或者是少14都可以，好，你就自己去设定一个，然后把它打开，然后呢，在你开始打怪之前，你先把它设定成 on，你把它设定成 on 哦，不要用 off 哦，如果你 off 的话，它就是永远就是关着了，好，那你在这个设定的时候，你在 auto 之前把它设定为 on，然后这样子，好，它就会用这个去开怪，然后打完之后呢，哦，它这边其实它已经 MP 已经降到一个程度了嘛，降到你刚才设定的那个最低门限值，啊，它就会自己关起来，直到下一次，啊，直到下一次这个 MP 够的时候，它才会出来打，它才会用这个刀器去砍。可是它也不是近距离它就用哦，它会自己去判断距离。如果说它这个距离啊，两只怪物的距离很近的话，它还是会用直接用普攻。可是如果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它会自己切换成哦，这一只你看它待会会用刀器砍，哦，它会自己切换成这个远攻，哦，所以它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智慧，哦，它是非常智慧的一个设计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为什么不干脆光剑下拉？反正都已经有设定门槛了，为什么不设定光剑下拉？好，那我们现在，哦，我这只打完，我测试给大家看哦，为什么不设计光剑？为什么不拉光剑下拉？好，我们等 MP 满。好，刚好有一只怪哦，我们的 MP 满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不用光剑下拉了。好，请大家再稍微等一下。好，那光剑下拉有一个问题是，好，MP 满了，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我现在已经在普攻了哦，可是我的那个光剑哦，是一边打一边放的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哦，来，好。你现在，我现在看 auto 也是一样，光剑一边打一边放，这个就是我不建议光剑下拉
的这个原因哦。好，刚才因为我们是把那个有把它关掉了，那我现在一样再把它这个打开哈，然后我们等 MP 回满。光剑下拉有一个问题是，它不管在任何时候，它只要有魔，它就会把它放完哦。就算你现在在打的那个怪物已经跟你贴近距离了，它还是会持续的用光剑去把这个怪物把它打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啊，因为它这个回魔需要一段时间哈。我们直接招这个黑长者啊，加快回魔速度。好，一样是示范给大家看。刚才是我们关 auto，让大家关掉这个门限值啊，是让大家看一下它光剑的这个攻击模式。下拉的话，它的攻击模式是怎样？好，那待会 MP 回上来之后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你看，它现在已经放了。哦，我一边打他一边放这个，放光剑哦，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两边的这个设计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再帮大家简单讲一下，如果你用的是总结一下啦哈，如果你用的是这个把它设定成 on off 的话呢，它会自己去切换哦，根据怪物的距离还有你的 MP 值去切换是不是下一只怪要用抢怪，要用这个刀器去抢怪。那如果你用光剑的话呢，只要 MP 一够，它就会从头一直放到尾，放到 MP 不够或者是到这个门限值为止，它才会停。好，但你下次 MP 回起来之后，比如说你只要回三，它又就会再放一次光剑哦。所以这个其实虽然说也可以抢怪，可是变成是它就是硬放。好，那对于打怪来讲，它的这个效益就会受到影响。好，那相对于这个来讲，它是比较智慧的一个设计。好，那以上呢是这个黑暗骑士他蛮特殊的一个设计哦，以前的这个职业都没有这样子比较智慧化的一个切换方式。好，那这个对于内挂玩家来说，我相信会是一大帮助啦。你不用再真的去用这个光剑哦，去比如说开怪啊，但是除非你有用外挂的话，那另当别论哦。那如果是你用内挂的话，这一招它你只要开到 on，然后把这个门限值打开，auto 下去，它就会自动去找怪去打。好，那以上是黑暗骑士这个介绍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在右下角按下订阅，然后也可以按下铃铛。那小编会不定时的开直播，或是试出一些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技巧，或者是我的观察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